那先看伫咧现实的时阵，我属实，最紧张的都爱阁想讲我较难要讲啥，因为我惊袂记哩，开始误会啊，让我袂记哩，所以一直看过。啊！我都无啥咧注意听啊，圣歌队咧现的是啊。我即摆我决定讲，我嘛三个时啊，我都徛伫遮。我无遐大压力，就免去背遐歌的时阵，我才注意咧听圣歌队咧现时的时阵，因伫遐咧吟的时阵，我伫咧心讲阿门。是最好朋友就是耶稣，是咱的好朋友。咱有啥物款的问题，有啥物款的疑问？有啥物款的委屈，通下来催促耶稣，就好定大，好定水。当时来祈祷，感谢你的听，因为你用听吸引我到你的面前，帮助我，我无别记得，你是我最好朋友。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咱伫 Easter 的时阵，小朋友上爱啥？Egg hunt， 伊就去看，看伫迄个草埗啊遐吼，说说有创一粒卵，我就去捡。因知影内面有啥？迄面真正的卵啦，内面有啥？有 chocolate， 有 candy 啦吼，我足欢喜的。好，等下要大家都个泡开了吼，啊捡起来讲，你看我摕遮济吼，欢喜噶。迄暗我，即个 Easter 迄暗我足忝的，但是啊，等下啊我拍开电视。啊！看迄个新闻的时阵，啊！报一个足趣味的一个新闻，就是因咧 egg hunt 的时阵，因请一挂目睭无看见的小朋友，啊！迄个卵吼，迄个塑胶的卵吼，有声，我唔知是声是甚物款的声，是吁，还是哔，还是安那？拢迄声啊，因还是长的哦，还是在小朋友在目睭无看，因就听，啊！然后。去找到遐个卵，他个因个面迄款会遮尼会喜乐个时阵，因妈会当去做一项的时阵，迄个心有够感动，有够感动。伊无因为因看袂到，但是因会当望到，足水。既然咱伫即个所谓科学个时代，咱拢互人训练，也是咱个职业，咱嘛拢人训练，也是咱拢互人教讲咱。当代之后，咱来看，来判断，哎，这代志是真啊假？咱常常弄都你啊收到足侪 email， 啊，你有相信讲人送予你的 email 是拢是真啊假？你拢在笑吼？你有时足侪是迄落假的 email， 不是真正啦，就是 make up 的迄个 story 啦吼。我捌收到一个朋友，我想咱恁嘛捌收到这款的 mail， 我收到一个 mail， 啊，伊拉讲伊即马人伫澳洲，我一个真好的朋友，人即马伫澳洲，啊，去红抢去，啊，所以行李也无，钱也拢无去啊，哎，我紧寄钱给伊，恁拢咧笑啊吼，你嘛捌收到一款吼？大家足常点头，你看，吼、哦，啊，我拄听佮发生讲，啊，我做好朋友，哎呦，啊，变安怎？我变哪去帮助伊？我开始在想，啊，想想讲，问车，我问在要钱要寄去对啊？啊来，我想敲电话去因家门看卖，啊，伊接的，讲我什么代志？我你唔是伫澳洲？哦，这是骗人的，这 email 你弄收过嘛？吼、哦。你看到迄个时阵吼，你就进来讲讲，你的 mail 叫人 hacked 吼，叫人入去啊，但是变作是迄个骗人的这款的 mail， 是这个代志，咱拢爱先纠正。咱看到，咱知影，咱嘛是做这代志，咱拢要纠正，那是咱今仔日的习惯。所以有时咱嘛鼓励在少年的人讲，唔通想讲，阮以前安那做，恁即马就一定爱安那做。就是讲，啊，迄你那传统，阮的阿公阿妈都拢安尼做，迄不一定是对的，是嘞哈，不一定是对的，嘛不一定讲是适合其他的时代。所以咱有时咱鼓励咱的少年人讲，你都爱打破咱的传统，你都爱去想，你都爱去找，甚至咧去来批评，去找出伊有甚物款的问题来，啊，怀疑是
创造还是发明的老母，敢不是？当你开始在怀疑，开始在想讲，敢一定是安尼的时阵，哇哦，咱的进步。不过有时阵，咱嘛拄着一个问题，有人时常问者，为着怀疑来怀疑，为着批评来批评的，有无？嘛足侪啦，吼、哦，任何团体拢有这款人。所以咱常常听见讲，哎呦，阮做个老官。你拢知阿边故啥？可能嫌家老烂，哎呦，哎呦，我想到安尼，啊好啊，卖做卖做，嘿，任何团体拢有这款人，所以唔通袂记，咱若伫教会咧服侍的时阵，你也听到这款声的时阵吼，你就将你的目睭的嘿竖起来去看主耶稣，将你耳仔来关起来，你当然去听耶稣要甲你讲什么话，迄人的话，人他妈咧批评的。我意思唔是讲拢卖听人个哦，唔是讲卖听人个批评，人个运动是咱爱真细致，真细腻，就是那种是为着怀疑来怀疑，为着批评来批评个这款的话顺，咱爱修扎起来。咱今仔读到一段圣经章，真趣味圣经章。伫约翰福音书，伫约翰福音书的二十章内面，耶稣用道骂来讲起讲，唔通犹疑，只得信。很漂亮、哦、二十章二十七节，然后耶稣又说，你因为看见我才信的，那些没看见我就来信的人有福气咯。这两句话你到这会你怎么想？那你教会里面、哦、你那大门一进来的时候，你才有一个开关要关起来，因为礼拜内面咯吼，那牧师讲啥你拢爱听，咱不一定是安尼啦吼。教会讲啥，咱就拢听，拢卖去问，卖去怀疑，卖去有啥物款的问题。佮出去到外面的时阵，外面的世界是，你逐项都爱去怀疑，爱去想，爱去找，打破砂锅问到底，有哦。啊，礼拜教会内面讲，咱就信得好，唔通怀疑就信得好。哇，足水的吼，足水的，敢不是？不过嘛，造成咱有某一款的想法，有一款人认为讲信用吼，啊，愈单纯愈好，咱就当相信，拢莫去问，拢莫去，迄落当单纯来相信。有足侪人爱，有人爱讲，想起到古早吼，阮的祖妈，因听到福音的时阵，因也未晓，唔捌，无受教育，因当听到人讲，啊，就信。你看迄单纯的信心偌水嘞！我阿门。但是我嘛要讲讲，今日上帝予你有机会摕到真高的学位，得到好的教育，那安尼你敢就爱好好地想，好好去问，好好去追求真理嘛？有人经常想讲，咱若伫教会内面吼，咱做基督徒，咱若就对圣经有啥物款的疑问，会歹势歹势啊！哎呦，啊！你信主遐久啊？哎，你去第几代信徒？佮有圣经，佮有疑问。恁若去看我的圣经的时阵吼，我圣经边啊有时阵会放足一个 question mark 呢。你去看我的圣经，我咧呢？吼、哦，我要有一天我要问上帝讲啊 ，What's going on？ 你这是圣经是这是啥啥？我无了解。我想上帝讲 ，It's fine。那有些是讲，我若对圣经还是对信仰有啥物款疑问的时阵，那时我就是唔是真正，唔是虔诚的基督徒，唔是真正的基督徒。所以咧，有时阵，会感觉讲来礼拜来教会，啊，就信就好啊，啊，所以都莫去想啊。兄弟姊妹，我要问咱一个问题：这敢是真正耶稣的意思？耶稣敢爱咱对信仰清清菜菜吗？我想不是。我要看咱一个，将来看一个 slide 足趣味的。这是伫New York Madison Avenue Baptist Church。你若有机会去的时阵，你来看嘛，伊的门口有常常有一个 sign， 啊，当然看无同款的字，无同款的话啊，我看了这个话是足够多的。
的注意，讲上帝爱咱，还结出迄个属灵的果子，唔是爱咱做迄款的迄个宗教，伊叫做 religious nuts。啊，我唔知变哪翻，一直想要翻，但是我来翻就讲是迄个宗教的迄个偏执狂、偏执狂。当然是讲，但是就是安尼尔，拢无法度去看到别行。这个牧师伊的态度是讲，我的教会欢迎各种的人。你有什么款的疑问，才通来教会啊？你有什么款人生的困难，才来教会？你有什么款想袂开，来教会啊？你若想会开的，你若拢知影道理的时阵，你唔免来啊。都是欢迎你拢来。但是这教会唔是论断的所在，讲唔对，唔对，唔对，唔对。这教会是安那，阮各种的人，不共款的意见，不共款的想法的人，阮会造成一个真水的叫做 rich place， 一个真水、真肥的土地，才能结出属灵的果子。I like it。上帝爱咱结出属灵的果子，唔是爱咱当那做迄款的宗教的偏执狂。今日牧师用讲挣扎带出见证，但是其实佫较侪意思讲，牧师要带咱提醒的是，伫咱的信仰的过程中间，你绝对有问题，有要紧无？无要紧，但是唔能停伫遐。牧师今日嘛无要为着多嘛来讲话，也是来替伊翻案。不过，牧师要带咱提醒。咱过去读到这个所在的时候，拢想讲耶稣的美德嘛，直接彼得嘛，所以咱就想德嘛，啊，怀疑主义者，啊，唔信的人，哎呀，我不清楚德嘛安尼，哦，我一日就相信啦。加上德嘛，予人看轻，但是牧师今仔日讲，德嘛是咱的老师。德玛有可能变作是咱的老师，因为伫伊的信仰的挣扎中间，伊伫遐定睛，伫遐要出答案，伊伫遐要望到，伊要看到，要望到，你有伊怎么信？有意思无？讲起到讲，除非我看到，除非我望到，那无我无要信。咱今仔已经无法度了解，讲伊讲迄句话口气如何，是足歹底下讲哦，还是讲底下讲，除非我那个望到，好，还是那我若无望到，我无法度信嘞。咱拢唔知影，但是想看嘛嘞。当耶稣出现伫伊面前的时阵，耶稣讲：“你来帮。”你来看，我就在你面前，我是真正活的时阵，多嘛什么款的反应？伊在，伊心内迄个石头放落去，心内问题提走去啊，得到答案。伊讲，我的主，我的上帝，这个话足水。咱常常咧讲多嘛无相信，但是拢袂记多嘛伊啊呐，伊的信用是安尼。你今仔日拄到伫。印度来的人，因的 last name 那是 Thomas 的时阵，大概90%伊是基督徒。这数比神啊，听伊讲，但是这因咱无这款的考古，再讲伊是多嘛，就是到印度去传福音。所以遐人因信耶稣了，因就用 Thomas 做因的 last name。哇哦，有水无？水。好来，来个等下你看，你约翰福音20章。咱看见，遮个门徒，因已经看见，因已经看见，也是讲已经看见迄个空空的梦，有无？因嘛听见玛利亚来讲，讲迄人竟然知影我的名，叫我玛利亚，啊，我知影伊就是国外的先生。因拢听见，听见两摆啊！所以，咱今仔所读的圣经内面，这学生因即马伫什么所在？因秘伫一间厝内面，
啊，咱的中文呢，反正讲门关起来，其实吼，应该是门锁起来 ，locked， 它锁起来。啊，然后阿明哥一句话说啥？因惊，因唔是咧开头一个国外一个 celebration party 呢，因嘛无底下咧 account 呢。伊嘛无伫遐咧足欢喜个，讲呀，咱的主，咱的迄个，咱的耶稣已经神圣，已经国话无啊。伊伫遐喘甲袂死，行甲袂死啊，因是闭起来，门呾锁起来，因为知影讲吼，遐犹太人要来掠因啦。即摆先掠神圣，即摆过来换掠只新罗，因已经伫遐咧安那喘咧等啦。在这中间，你看会到因两界啊，看到空空的梦啊，除了耶稣所听迄个学生以外，耶稣所听学生讲，伊看到就相信，其他的人看到了后，回来拢安尼。听到玛利亚讲的了后，回来嘛是讲安尼。哇，真予咱通去思考，就是这诶。学生，因其实半信半疑，因为国外这项事实上对咱来讲，对所有人来讲，拢是真困难去接受的一项事实。咱唔知德玛迄个时阵走去对，圣经无写，你知伊去对无？做什么代志无？咱都唔知啊。不过圣经里描写足趣味，这个学生。关锁伫房间，锁伫迄个厝内面，啊，秘伫遐的这学生，耶稣主动来甲因，互因看见时阵，当因换过一礼拜，因来，因过组织，迄个时阵多玛伫内面啦，因就多玛讲，真实，我都看见，多玛来应啥？除非，那无我绝对无。这句话吼，好多嘛，好人啃偌济石头嘞。这句话嘛，好多嘛，好人定位做叫做怀疑主义者。这句话嘛，好人想讲，咱唔当像多嘛安尼。咱若感觉怀疑的时阵，咱对信仰有一挂疑问的时阵，咱若感觉歹势啊，讲哎呦，哎呦，我就基督徒遐久啊，我阁有一挂疑问安尼，甘好意思？哎呦，我就开始怀疑我家己的信心。布牧师想要请咱用另外一个角度来去思考，像那多嘛伊安尼讲。咱捌看见有一挂人。你来讲啥，伊就听啥吧。有啊，有啊，好。啊，来讲安尼，伊就安尼吼。足，迄足容易相信人诶，有无？那有一挂人，你来讲啥诶时阵吼，伊吼，伊就登去Google， 伊就去查，伊就去想，啊，想到尾啊讲吼，你拄啊讲诶唔对。因即卖英语诶少年人来做礼拜诶时阵吼，因手机啊拢摕出来。啊！讲咱即摆来读迄个约翰福音书二十章的时阵，因就拢伫遐看圣经。啊，看了吼，因搁咧创啥，我唔知影咧。我要看吼，因大家拢提安尼吼，啊，就伫遐一直一直摸，一直摸，一直摸吼。啊，真正捌有即款情形咧。有一个牧师就讲一个咧，讲了后讲吼，啊，礼拜刷的时阵，这少年来讲，牧师，你迄名倒唔对去啊？随时来讲你倒唔对去啊？哦哟，即摆的时代竟然是安尼。好，我想，是不是咱有可能来了解讲德玛是一个，不是人讲啥就要听啥的人，咱叫做人云亦云的人。德玛嘛不是一款的，叫做亚香对白的人。检测德玛是咧想讲，我的确要安尼追求着真正的答案，佮印证了后，我才要信。哇！多玛想要看见，想要望到 ，see and touch。哇！在迄个时阵，改成多玛和人美噶。但是我今仔日用今仔时代，多玛啦，活在咱的时代，伊的 Facebook 来写，你讲 I want to see and touch 的时阵，
我想可能有几万人、几百万人在那按赞，有无？你相信无？我相信，因为安那，伊的态度是认真的。伊想，伊不爱做好理好道，伊要做基督徒，伊不爱做好理好道。伊想要去好好去了解到底这个信仰真正，我的先生真正国王嘛？兄弟们，都嘛会当做咱的老师，敢是？在咱的信仰的过程中间，在咱的教会生活中间，在咱的朋友中间，你检查捌拄到这款人？也有可能你就是那种人，你有很多疑问，你有很多问题。牧师要告诉我们，不用怕了，你有疑问不代表你没有信心。上帝很有量的，上帝的量是比海更大，比山更高。这个上帝永远你对大声，这个上帝永远你对问问题，这个上帝永远你去追求真理。It's okay。 咱莫以为讲咱有淡薄疑问，就感觉歹势歹势啊！哎呦，歹势歹势，牧师啊，就是嘞吼，我这里较幼稚一点嘛，我有一个疑问想要问你，歹势歹势，改成有问题、有疑问，改成应该是唔对，唔免安尼想。咱大家人拢伫即个信仰人生的路站的时阵，咱大家人拢继续伫遐咧追求上帝要予咱的答案。咱也拢知影，你就是上帝啊。保罗就是安尼。保罗讲，有一天当头对面的时阵，我变问我清楚，格林多前书十三章。保罗嘛是安尼。咱别人有问题的时阵，咱蛮通用讲。哎呦，这个问题嘛，你你问，拢唔通用这个态度，咱互相尊重，咱互相尊重。咱上惊是惊啥？咱正在听人讲，就相信啦。其实是咱正在听人讲，咱就固执啦。我相信这两种的态度，拢唔是道妈要同咱讲的，道妈要咱讲讲。伊 take 伊个 faith seriously， 伊真认真来面对伊个信仰。我相信，这嘛是主要说基督爱咱的态度。若无咱的信仰，就那像迄个厝，起伫迄个山的顶冠，风一来，水一来，倒倒去啊！也就咪我鼓励咱，咱继续，咱用认真，用时间，用咱下功夫、谦卑来去追求咱的追求真理、认捌真理，你会当主啊，让我望到你。啊，若无去倒边讲讲主啊，让我让你望到，叫你望到我，迄个意思是啥？在咱的信仰过程中间，你若无真正确信讲咱所信的主耶稣是真我的上帝时阵，咱的信仰就是浮浮安尼尔。你无法度讲出讲我的主、我的上帝，亲像托马安尼迄款的信仰个别。问讲你信啥？我有去教会。你有信无？我有去教会。咱无咧靠教会得救。能够耶稣基督得救，你若无真正确确实实、确确实实安尼信的时阵，那安尼，咱些信仰有时阵是到尾也是空空。耶稣主动对在学生一届过一届，狠狠予因看，伊知影讲因信无啥会落去，因知影因的信仰阁是安尼安尼，耶稣嘛无骂道嘛呢。耶稣无，耶稣主动和多马讲：“来，你想要帮，你来帮；你想要看，你来看。”我想，这也是后来多马以及其他在疏导，因的信仰底下180度的转变。
因到伊搭所在去，为着主做见证，教会大家人拢顺道，诶，即款水诶见证。诶，姊妹，今日咱无个亲像遐速度，嘛无亲像出来教会遐尼遐尼 lucky， 遐尼幸运，咱有通去看到耶稣，望到耶稣。但是，咱继续会通看到去望到，伫咱诶一个信仰诶前辈。因的信仰，拄到伊的性命，拄到耶稣了，因的性命就着改变。你看会到，你望会到，在咱的四周围就有这人。你唔通看见有真济人会亲像彼得，伊就去这速度，当拄到威胁、拄到引诱、拄到这款的危险的时阵，伊愿讲：我唔要听上帝，无要听人的，我是信上帝。那是因坚定坚定的这款的信仰，愿上帝帮助咱，可咱今仔日，咱虽然 physically 咱看袂到，望袂到迄个国外的耶稣，但是咱信，伊遐个无看见来信的人，有偌尼福气，当心来祈祷。